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腾讯视频站内探班直播之神影团建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没有出来哎，好，出了吗？黑的，是因为我们网卡，我们慢一点吧，是不是有延迟，不知道，能看到我们吗？能看到我们的话，扣一，扣一，扣一，Hello Hello 。没有哎，全是黑屏哎，怎么技术出问题了？对，其实我们这一次没有关系，我们声控。其实我们声控，哎，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个延时。有了有了有了，来吧，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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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加油，开始，小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云瑞，为什么是我主持人呢？就是玩的就是一个胆大，有了有了，勇气啊，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神影剧组在平时是什么样，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些剧组的日常，一些拍摄的趣事。那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从露丝开始。露丝，我们剧组全是就是采取一个什么双开门的这个造型，会稍微有点挤哦，很挤，有点挤。就刚刚这个都已经把我的妆擦掉了啊！你看，哦，真的有一点。完蛋了，今天现场卸妆了，完了，你们卸了都不认识我。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跟大家就是聊聊天，然后开心一下，因为我们也马上要杀青了。然后从我开始介绍一下啊。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露丝，我在神影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阿英和凤影。然后身份呢，其实是一只很可爱的小水凝兽，大概这么大点啊，然后一下咚大一个啊，然后就是一个变身，然后到后期的凤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新的角色。好，好，那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安宇，我在神影当中饰演的是这个前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古镜，然后后期呢是一个心怀苍生的真神缘起，然后就是能说的差不多就那么多。因为我们来之前呢，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不能剧透，然后剧透的人要抄剧本，对不对？有这个挑战吗？那我们那看谁今天能抄的多一点。今天不能，尽量不要剧透，好吧？没有，今天打的就是一个随性，就是可能会剧透。很多的吧，我觉得我们不行，抄剧本就完了嘛。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剧它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剧透，剧透不完。对，你没有发现吗？内容太多了，内容太多了，跌宕起伏，对，好多好多故事。是的，所以我觉得就算剧透的话，大家应该也不会至少全爆的。对。好，下一位。好，下一位。该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云瑞。我在神影里面饰演的是狐族弘毅，大家也可以叫我阿九。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我是九尾狐，对，然后升级之后呢，就变成十条尾巴。好特别啊，很棒很棒，多了一条尾巴，多了尾巴。但是刚刚安宇说那个前期玩世不恭嘛，我也玩世不恭的。嗯，是是是。那你们两个的不公有哪种就是区别呢？小林说一下。展开说说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叛逆，然后对古镜天生有一种什么敌意。对，对。那你呢？好，下一位。我呢？举个例子。我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比较躺平的一个人设，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因为这个古镜的人设呢是一个。完了，我要开始罚抄剧本了。就是他是一个富二代嘛，套用到现代上来说，就是一个富二代，就是家里呢其实是很有势力，对，所以但是他呢又不想去继承这个家里的这个权势，所以就是一个非常躺平的那么一个人设，对，就是这样一种玩世不恭，跟他的这种叛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明白了。好，下一位。好，下一位来了。下一位。斐然，我在看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曹斐然，在剧中饰演的是孔雀族公主华舒，人称天界第一美人。然后，但是呢，咱们就是一个，努力搞事业、野心勃勃的一个公主。对对，好的，那其实还是有一点恋爱脑。
稍微有一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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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在就搞事业途中遇到的很美好的一段爱情，对，爱情的路不太顺，那么咱们就专心搞事业，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能说多了就剧透了，对不对？来，好的，下一位，下一位，我是大恋爱脑，说一下，对，大致说一下有多恋爱，展开说说，展开说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自己在刨坑呢。哈喽大家好，我是加奈娜，在神隐当中饰演英族公主燕爽，然后是个达女，武能上天又入地，文能就是刺心，只爱一个人永远不会变。嗯啊，然后跟阿英古静他们也是不打不相识，一开始就是先打起来关系不太好，但是后面又变成了出生入死的好朋友。跟华树公主呢也是相爱相杀吧，非常好关系，对。这样一想，所有人都跟你打过架，就是在太想打架了，每天都在打架。对，谁的事情我都要去，就是掺和一下那种，掺和一下，热心大姐，热心市民。热心。其实你还有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没油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带我们飞一下，带坐一下，坐当一下你们的坐骑是吧？对，你当过我们的坐骑。我们做过，这两位都当过，我们做过大狐狸，做过那个大鹰。对，我是怎么飞呢？我就是那个九个尾巴在上面，像螺旋桨一样，然后头就在下面。真的假的？开玩笑的。不是，我们做了，你知道我们剧组做了一个大狐狸的，我们两个是坐在那个大狐狸上面拍的，不是假的。哦，这样的。那你们有看到我的那个鹰吗？鹰背是吗？对，它粘的全是那个，你们就站到那个鹰背上。我是跪在那飞，我是跪在那个鹰背上的，我滴溜着要掉下去。然后云瑞就给我滴溜着我的腰带，真的吗？对，因为我要这样子，我很容易掉下去。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做完了自我介绍，其实我们神隐充满了很多的元素。我想问一下大家喜欢神隐的哪些内容，比如说设定啊，或者说是一些情节，还是什么很比较喜欢的内容，都可以展开讲讲。又要展开讲讲了。露丝展开讲讲。展开讲讲。因为我是在首先在看小说跟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情节。然后再说后面有一个剧情上的一个大反转，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人物都有一个大反转。大反转。我会觉得就是所有角色都对非常出彩。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是觉得我也是在读剧本的时候，就像大家说，其实就算给大家剧透了一点点，其实都透不光我们的剧情。对，因为它前后的这个故事线还是拉得特别长，首先时间线就拉得很长，然后每个人的角色都有特别大的反转。对，然后前期呢就主打一个玩耍轻松快乐，还有冒险。冒险，其实我觉得我们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探险。人间的去了九渊啊。这个就不能说了啊。对，就是去了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对，下一个就已经洗脑了。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整个剧情的逻辑跟它的走向。剧情走向。对对对，我觉得会让大家就是会又轻松又会很投入。对，在前期的部分。对。后期是觉得不太好看，后期很就是很开始刨坑，渣，就是很有点渣。对，因为我们非常多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构建，就不仅是我跟安宇我们这一对，其实他包很多对，对，包括亲情啊、爱情、友情很多的。关键每一对大家都我们有亲情的呀，有啊，姑姑，那孔雀那边呢？公主儿，我就是代表你们孔雀族说两句。孔雀公主儿就是还是喜欢声音的点是吧？这个问题。对，那我就是比较喜欢每个人的成长线吧，就是我觉得前后期每个人都有成长。对，这个是比较好看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其实你虽然说那个华树公主这一条线，她虽然说一开始就会让大家有一点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的线，但是呢，我觉得她就是会让最后让大家非常理解这个人物，因为他不单单就是坏，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对，不单单是坏。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单纯的坏其实很多观众已经很难理解了，但是我觉得华树这条线它很丰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的，有一个比较大的反转，然后坏怎么能变成更坏，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这个怎么样，因为我很喜欢华树条线你知道吗？就是坏能变得更坏，坏到就是其实
其实是很帅的，坏到最后，对，但是最后的最后还是向善的，是极致的，对，是极致的就会很好看。其实我还蛮喜欢弘毅有一些设定，就是在他超级强的时候，导演当时会跟我说说，你只要这样，哗，手一挥那边没了，再手一挥没了，然后再这样怎么样一弄，然后整个房子或者说天啊，现在就成什么样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满足你那个中二的那种，满足我，对对对对对，就必须得配合我飞出去，飞出去，然后整个。只要一起皱，很爽，对，很爽，很爽，对，很爽，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对，好，好，到我，奶奶，哎，那大家都讲了这么多关于剧情还有故事方面的，你怎么突然开始那么震惊？光看一下，哎，拉到我了。那么大家突然，那么大家就是都讲了一些故事还有剧情方面的事情，那么就说一些我们大家就是今天直播的各位同学，就是朋友们都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服化道啊，我们的服装，我觉得这个是我神影。我真的是超级喜欢的神影，就是神影全员双开门造型，全员就是双开门造 型，然后对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个人站两个人的位置，因为大家都是小动物嘛，然后其实从我们的服装上就可以很那个明显的知道，嗯，谁是什么动物这种，然后包括这种很精致的细节珠绣什么的，嗯，当然现在大家只能看一个大概，相信到时候剧播出的时候，大家就能很完整的看到神影的服装服化道带来的一个视觉盛宴。期待吧。所以我们今天五个人，就是不是五个人坐在这里，是五只动物，五只小动物，小动物，动物园。哎哎哎，除了我，除了他，对，我是动物园管理员，对，管理员，管理员。对，一只鹰，一只狐狸，一个水凝兽，水凝兽，一个孔雀，孔雀，嗯，和一个神，对，嗯，所以我们这部戏的要素还是挺齐全的。我说实话，现在已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我现在穿着这个大貂啊，稍微有一点热。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拍摄还是在冬天，哦，雨好大，下大雨，下大雨了。还是你那边下雨了吗？是的，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能听到我们的雨声吗？这大暴雨说明什么？大暴雨说明神影会爆。哦，为什么？遇水则发，遇水则发，遇水则发。对，只要屏幕前的大家喜欢，我们这几个月就没白干啊！因为这几个月确实大家都挺辛苦的。其实我的收获也蛮大的。我和安宇是第一次拍，和露丝已经是合作过好几次了。嗯，然后有没有什么拍摄时候的趣事，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好玩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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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蛮多的。其实，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吗？各位，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露丝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说话声音大一点。我觉得我们剧组可好玩了，很多好玩的事情，大家给了我很多关爱，让我非常快乐的成长。我们是12月5号开的剧组，12月5号，二月五号，你记得好清楚，4号吧，五号。对，4号，四号，对不起，对不起，4号开了机，然后到今天一共是多少天？抢答，121，看一下通告，121的，应该要通告，反正已经就是好了，120天了，4个月了嘛，嗯，已经4个月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在这个剧组相处的，很，大家都很尽力，然后呢，也非常的开心，说实在话，就是非常开心，啊，然后。嗯，觉得是戏结束了依然会继续保持的友谊。嗯，当然是。说啊，你们谁说点开心的事情？看趣事啊，都问到我哪点？趣事，每一天都很开心，每一天都太开心了，每天都在发生趣事。你看你们这样就很敷衍，就会显得我们剧组关系很不融洽。待会儿一个热搜词条：神影剧组关系破裂，暗流涌动，杀青前关系破裂，关系破裂。其实我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当时不是在那个拍那个动作戏吗？嗯，然后我有很多我有很多动作戏啊，就各种施法呀，然后手挥的，然后那天就设计了一个威亚，然后加上一个怎么讲螺旋桨啊，就当在天上螺旋桨，然后手就这样哦，然后就是这件衣服，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事情，说话声音大一点。对，就是这件衣服。真的。然后当时设计了一套1打5，嗯，1打5，然后就这件衣服，我就在手就举到脑袋顶上去转，一转，把头套扯下来了，直接从后面把头套，然后
一个 ending， 头套没了，只有一个光光的脑袋。其实我也有一次那个头套被扯下来的。嗯，那天你在吗？我头套被扯，哦，你不在，也是一个吊威亚的。嗯，然后我是要摔到地上，然后摔到地上还要被拖行一段距离，然后就在那个草丛里面就直接整个就头套被拖掉，被拖掉是吗？嗯，然后就耽误了大家很久，非常的抱歉。对，但当时一脱掉的瞬间还是挺搞笑的，我觉得。对，而且其实就像小林刚才说的，其实我是第一次拍仙侠。嗯，佳奈你们呢？你们是演员是吗？算第一次，我不是，我是第二次了。第二次，嗯，是的。露丝也是第一次仙侠，第二次仙侠。第二次，不是古装就是仙侠，第二次了。嗯嗯，对，然后其实会用到很多在绿幕里面的表演，包括我们要吊威亚，嗯，然后要想象，那个，想象，对，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困难吧，但同时在想象的过程中表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很好玩，嗯，就是很需要我们有强大的信念感的一块绿布。现在他们俩打怪要来了，拼在一起了啊，或者说是他们现在然后打在一起了，然后那边就可能很多都是在绿布里面蓝布里面演戏，所以就需要一些想象力。嗯，对，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好玩的？还有什么好玩的？真的每天都可以这样子带着想象。拍抖音那个，哦，这个是不能说，哦，能说吗？能说吗？能说吗？没事，那大家更好奇了，我们在这里说吧，不能说吧，不能说吧，说吧，不能说。我们开播第一天把它发出来怎么样？可以，给大家留个悬念吧，那就给大家留个是不是？给大家留个悬念，对，我们有惊喜，我们拍开播有惊喜，嗯，我们拍了个抖音，拍了个抖音，然后我们开播前的时候发出来，导演是露丝，露丝剪辑也是露丝，对，后期，后期，啊，没了，嗯。还有什么趣事？好，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就是除了趣事之外，有没有就是对于自己角色的一些小设计，或者小心思？你没有看到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的原型的小 CG 吗？没有，我还没有。哎，啊，我有看到了。真的吗？对，就是我的那个小水泥兽的那个长的样子。长的样子是什么样？设计出来的样子，嗯，有翅膀吧？好期待。就是真的跟我很像，就是头很圆。就是直接就是 CG 老师直接抓准了这个点，抓准了这个点，就是那个水泥兽抓住了你的什么特点？我在飞，但是头很圆。啊，头很圆。你想想，就脸很圆的一个那个小水泥兽，这么大一只，然后脚很短，手很短，然后头很圆，这样子飞，你想想那个画面，好像一只我想象出来的，好像一只小飞猪，就是那种。粉粉的那种。不说了，雨瑞。不是，我只是说的是这个。小飞猪。啊，我觉得我的今天开始这个关系真是决裂了。嗯，对。没有，我觉得我的趣事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在前后期跟大家所有人的关系之间的变化差太大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拍摄它又不是按照这个我们的完整的剧本的时间线来的，嗯，所以我今天跟你就是觉得哦讨厌你啊，我想打你，我见到你这样打你，明天就是哎呀好可爱，我好喜欢你，我要为你哭泣，然后就这样，我觉得还蛮跳脱的一整个就是，嗯，但是唯一一个就是对华叔的就是咱们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没有是一直见面就打就没有变过，对，好像我们都是，但是但是那个，嗯，但是。嗯，但是私底下我们关系很好，对，点在这儿，对，哎呀，是，而且我们华叔都是水瓶座，哎，阿玉也是水瓶座，对不对？嗯，然后有我们三个水瓶座，对，而且我们月亮都是金牛，我们俩月亮都是金牛，我月亮也是金牛，突然开始聊星座了，哎，真的很神隐，切回来，真的很神隐啊，对，拉回来，这么突然，上升什么星座？这个就。别说了，不然有点那个什么啊，有点是一个不太好的星座是，不也不是啊，嗯，哪个星座算是不太好的星座呢？那好，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啊，其实就刚才佳奈说到了嘛，嗯，说到了我们拍的时候时间线不太比较长，然后可能说我们经常会想，哎，这是我们第几次那个吵架了？第几次吵架来着？第几次那个拌嘴了？这个时候有没有爱上？还是没爱上呢？还，嗯，对？对对对，那。其实拍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互相一些，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嗯，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戏还有一个点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棒，嗯嗯，就是
好几段感情都有一个追妻火葬场这个东西。这算剧透吗？我觉得还好吧，还好吧，是吧？但是我觉得很爽，我很爽，反正你懂吗？就是前期被伤的不行，然后来对，然后后来他终于发现很爱很爱，就是这种。追妻火葬场，原来你也有这个过程啊！我当时有，我后半，我后二十集都是看自己的剧本是吧？我后二十集都在演这个，完全不管人家安宇演什么。真的，彭昱老师对这个应该还感触颇深吧？追妻火葬场那个，我感触太深了，我天天就是在他门口守着呀，然后干嘛讨好他，就是。比如说拎一些点心啊，然后喊啊，然后自己还在那儿赌气，特别多这样的戏，但最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是的。那拍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互相的灵魂拷问想问对方的？就是什么都可以，戏里戏外啊，一些。刚才那个星座是什么？上升，所以你的上升星座就是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就不是很重要啊。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呢？大家，我问大家，杀青以后要干嘛吧？大家有什么各自有什么安排？我知道小林是要去上海接着拍嘛，对吧？继续工作，我写，对，努力工作，对。然后呢，露丝呢，有什么安排？我没有安排。那这样，我们问想杀青后最想最想做的事情什么？对，当然是你们想干什么？当然是最想休息一下，因为我其实觉得我因为拍戏嘛，就是我们四个月哈，都在每天做同一件事情，然后，我有很多朋友老师很喜欢过来给我探班，然后他每天发现说，他说，赵露思你怎么可能四个月100来天每天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就很神奇。但你要突然说我们杀青了要去干什么的话，一下子就不知道，真不知道要该干嘛了，你知道吗？真的，你现在想想，你杀青了，第二天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对，你懂吗？对，就你不知道。我可能就要说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待自己待一天，或者是睡一天，睡个觉，你睡一天还怎么事？但是你真的杀青之后，在你杀青前夕也会想说我要去旅游，我要去干这个，我要去干那个。真的，你看这几天快要杀青了，你想想杀青前第一天要做什么，你就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了，是的，就很神奇。是的。我大概会睡一个大觉。对。对吧？先把睡到自然醒。对对，其实有一天我好像挺晚出工的，然后那天醒得特别早嘛，一天就觉得好漫长，不知道干什么。对，来现场啊。来学习。来，我们一起来拍戏呀。对，一起拍戏。拍戏呀，陪伴我们呀。对呀。老师把我跟安宇扔在这儿，是我做的不够，是我做的不够。那我们到我了，下一个环节啊，大泽山团建。哦，说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本来那个我们不是一直在横店拍嘛，一直在剧组里边，然后好不容易出去一次，去了哪里？去了三亚嘛。哦，我没去，我也没去。结果还是剧组里面的人。哎呀。三亚应该挺好玩吧，安宇？应该是吧，应该是吧。不知道，没不知道，没去成。那天好玩吗？就我们俩去嘛。对，对。那就杀青以后，我们再团建一次。组织一下。团建一次，团建一次。那个露丝报销一下机票。王安宇。但我确实是想着这一次拍完以后，想去旅游，但是不想跟你好好休息一下，对。只想跟。你吗？因为不想跟你们，当然是大家一起啊，对不对？但小林可能去不成，对吧？小林要忙于工作，行程繁忙。没事没事，就是大家请假也要出来跟我们一起，整整齐齐，整整齐齐，对吧？是的。OK OK， 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家人。第二个问，那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个造型之外，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是谁的造型？我先发言可以吗？发言可以。我最喜欢你爸爸的造型，我爸爸的造型，他那个造型像两个水龙头，我太爱了。我觉得那个随时感觉就是门开那个水龙头，真的极其霸气。你知道两个水龙头，就是洗手池里面那个水龙头，就是两个。双，它是双水龙头造型，对，它是那个厕所的那个双位的那个造型，它就已经把就是我是一只鹰，就是刻在了这里的这个肩膀上，有两个大鹰头在这里，对。他不让说了，他不让说了，进入下个环节，好，下个进入游戏环节，
哦，对，之前和大家有说过，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游戏环节。好的，好的。哎，我那些题外话，刚刚我偷就是耍赖了一下，然后看到一张，就是他们这个游戏给的很离谱。我也没有看过。第一个游戏就是剧照细节认人。一个是考验我们对剧的了解啊，看大家有没有用心感受过我们剧里面的一切。哦，我跟你说，这个游戏真的跟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感受没有任何太大的关系，因为你们一看图片就会感觉到离谱。这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没看过哎。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那我们就作为一个我刚刚感受了抢答的一个模式，然后我把第一张照片举出来的时候给大家看，然后抢答，如果答对了，加一分，对吧？有积分的，对吧？所以如果赢了的会怎么样？对，赢了的不会怎么样？立刻收工，立刻收工，这样吗？输了有分最低的最后有惩罚，没有奖励，赢了的去惩罚输的，这样吗？不是很想就是，输了的有惩罚，赢了的什么都没有。分最低的，我们定一个惩罚，就是做鬼脸自拍，然后发出去。发出去，发到哪里？发到哪里？贴公告是吗？到处贴上，贴到明天的通报单上面，全组的人一起看。打印出来，不还要带话题吧？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句话？带上神影站内探班直播的话题，然后发最低的发一张自己的鬼脸自拍，好吧？好呀，好呀。好的，输的啊，用这种惩罚啊，没有，那不行，不能输了，来吧，好，来吧，先看看，激起我们的胜负欲，从第一张照片开始，我洗一下，就是洗一下，轮流来是吗？抢答嘛，OK， 对，抢答，举手是吗？还是直接来了啊？别说好不好？别举了啊！我参与吗？你当然参与，我参与，好，我参与，第一张照片，华叔，哎，华叔。最慢的那个小林啊，是我们是露丝，没有，不是，是谁第一个要计分？我们是分最低的数。那这个不算，这个算是好，这个热身，这个是我和，但这个很明显，佳奈我们第一个说，这个属于这个热身题，热身就这种颜色就是它的颜色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游戏不难？这是你的衣服，就是他衣服的腰间上的应该是。对，你看，不会真的不会觉得离谱吗？对，我们是真爱啊。那我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难呢。好，下一张，下一张来，好，下一张热身题就不算，好吧？这个不算了，这个先不算了，正式开始了啊！第二张照片，这我红洛，啊，你认错了，这个项链很明显啊！我一看你会戴项链啊，平时你戴个项链吗？你仔细看，所以这到底是红洛，刚谁最先红洛？我先，对，好，他先，加奈一分，加奈一分，接下来一张。哎，我哎，这安宇，安宇，安宇，安静啊！古晋，哎，古晋，我一分。我说安宇不算，要说古晋。我说的，我说的，我对，我先的呀。你说我严谨啊！你要说角色，万一这个是缘起呢？万一这个是缘起呢？是缘起，其实古晋啊，对，你看古晋，我先说了，我一分，那我一分。我知道你这件有一个那个单肩甲胄，半铠甲这样，对，嗯。接下来。你不要每次都是这个是元起，古晋，元起，古晋，这不是元起吗？我先猜的啊，对不对？古晋，一分，现在是一分，好吧？目前小林跟露丝还没有得分。我有，什么时候得的分？哪一句是你得的分？哪一张？好，下一张，来吧。我发现我刚才位置放的不好，就是你要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是吗？来看一眼。哎，我看了一眼，什么？谁呀？什么？佳奈，不是燕爽，妖火。这你们都看得出来。燕爽，是我。我这个算我一分。确实是。你们是从哪里看出来这是我？我们现在都不需要他们公布答案，就到底是什么？好，这你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句子我最懂的是你。妈呀！我算我一分好吗？好，算我一分，算你吧。谢谢。来，华叔。这又是华叔吗？这不是华叔吧？华叔，这是华叔他爸爸。不是华，华叔。我深深的记得英王的衣服是卡其色的。我怎么发错了？华是英王，孔雀王，那是英王。这个是你的吗？华叔的。华墨，
华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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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猜错扣一分。华叔猜错，我有这个音，我全在猜错呀。我整热了。哎，等一下，这分是谁的呢？这分算谁的？是谁的？反正不是我的。华叔，那就都不行。没人猜出来不算。不算，好，下一个来。小林，你要加油了。下一张，你现在还零分。现在只有你是零分。这我，这红衣，红衣，这啥呀？不是阿九，红衣，阿九，风影，风影，阿音，风影。红衣就是红衣，因为我记得我那个衣服上面有这个小圈圈，这个就是小亮片，可以。对对对，一元一分啊！现在我有一分了，我终于有一分了。现在是每个人感谢红衣，每个人各一分了。什么？我辛辛苦苦要加油了，要加油了，还有几张？还有四张。嗯，一定会有一个，来，一定会有一个。三、二、一。嗯，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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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快？谁快？露丝4块，啊，露丝两分了。你现在可以不用答了，你怎么都输不了了。对，嗯，你怎么都输不了了。我最少是吧？没有没有，现在除了他是两分之外，都是一分。哦，我赢了，我赢了，那我先走了。下期快乐，去拍戏啦，去拍戏啦，去拍戏啦。坐在这儿，那我坐在这儿欣赏你们的表演。来吧，来，三二一，哎，这个反了。风渊，古剑啊，元起。那个蓝风。凤渊呀，这分必须我得。蓝风啊，两分。蓝风的肩膀，这个不太熟，我就想这是哪个肩膀？肩膀，肩膀，肩膀。我以为这是个冠，还是个什么东西？肩膀。双开门，一边门也拿出来。对，双开门的一边门拿出来。这太离谱了。一边门。完了，只有两张，对不对？拷问一下，他左肩还是右肩？这一定是右肩。右肩啊。还有最后两个了，最后两个了，我们要在我们三个中决出一个。我来帮你们拿，你来，怎么样？我来。可以，这张就是我看到最离谱的朋友。哪个离谱？给他们看哪个。很离谱，来，准备哈，三二一，严守。你心里真在意，他真知道你来的。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我的生日官宣图，这有一点点奇怪啊！这我当然知道啦。好，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了，你们俩。小林，小林，那燕爽你赢了，燕爽赢了，两分了，两分了，你们两个胜出，都两分了。没有，他也两分了，只剩我跟红毅了。这个你们一定要，这个手上手下我都不知道。对，我要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啊，这个片，他戏份不是很多。这个，那你告诉我是谁？你感受一下，这个人戏份不是很多。有可能你们不知道，凤渊，凤影，凤渊，到底凤影还是凤渊？凤渊，凤影还是凤渊？凤渊，凤渊，谁是凤渊？巴巴兰，巴安宇，安宇，安宇，这个难道不是我吗？凤渊，凤渊，凤渊，我一直以为是我，我的头像。好，小林发那个叫什么？鬼脸自拍。不是不是，我们还有好几个游戏，这只是其中一个。对对对对对，真的啊。还有好几个游戏，我刚都拼了老命了。有点太尽力了，这个游戏已经很尽力了，消耗殆尽了，感觉很疲惫的。那我们每个游戏都有一个惩罚。好呀，好，好，好。那小林先发一张那个，先发一张，反正是你输啊。好，不会的，我不会再连输两次。那我们开始第二个游戏，好吧？嗯。第二个游戏呢，就是神隐版逛三元。逛三元，大家玩过吧？什么意思啊？神隐怎么逛三元、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可以问说，大泽山里有什么？大泽山里有什么？或者龟墟山有什么？樱岛有什么？然后孔雀岛有什么？类似于或者角色有什么？或者都可以。OK， 大家发散思维。好，就是那就是答不出来次数接不上的次数最多的人，最后再。在受惩罚，好吧，然后一人一次逛的机会，可以，来吧，可以，从那个加奈开始，我要开始是吗？对，我们这样过来 ，OK， 好，那第一开始我们就先来个简单一点的嘛，把头发挂了，好，我是不挂。大泽山里有什么？自己要说一个，你先说一个，我先说一个 ，OK， 结束，来，再见，算了，试一下嘛，好，来，然后一二三走。大泽山里有什么？阿音，凤，好一个，好凤什么？扣一分，好，来，小林开始，该我了啊，稍微慢一点吧，有点快，对，好快啊，我现在慢一点，他，凤仪宫里有什么？桌子，凳子，椅子，等一下，凳子跟椅子是不一样的。
凳子跟椅子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椅子是有椅背的，靠背的，凳子是一个小板凳，对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好，凤影扣一分，来，凤影开始了。等等，干嘛？啊？因为你阻止了我说，我只是产生了疑问，这个又不算是错误。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啊，好，那小林再来一遍，小林再来一遍吧。好，再来一次吧，换一个别的也行，换一个别的啊。嗯。神隐里面食物有什么？包子、绿豆糕、米饭、水果、桂花糕。哎呀，我也说，我就记得绿豆糕和桂花糕。自己出的题。其实我还有一天吃过那个，今天所有的惩罚都是你的，不好吧？你提出来的游戏，然后结果就是你都是受惩罚的、那个。只有都是他。我们说好要整整齐齐的，安宇陪我啊。好，来吧，阿英，到你了。我出问题是吗？你出问题。好，到我出题了啊！我出题了。喂，出题了，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你扣一分了。啊，我想起来，我想起来。好，来，我想起来。这么快。神隐剧组有什么？导演、演员、摄影、场务、壮壮、小裴姐、灯光、造型。贾律师啊！不是，王宇。啊，怎么还有那个？扣一分，扣一分。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没有，我是赵露思啊，问我，然后一下提醒我了。对啊。啊，我以为到那边都结束了，好吧，那到我了，好，到你了。好，扣一分。没有，来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来，我想到了。桌子上面有什么？矿泉水、手机。好，扣一分。OK， 现在是节奏，一二一，好吧？好，一分、两分、一分。OK， 最后一题了。嗯，最后一题。对，预备，走。好，神隐的人物原型有哪些？凤凰、孔雀、老鹰、狐狸、水凝兽。龙，老虎。哎，怎么继续了？还是继续？小妖。啊？不会吧？稀碎。好，那最后惩罚还是小林，好吧？啊，因为你两分嘛。对。好，下一题。最后人家不想看到我的自拍了，说我不想看到你。想看，我们想看，也没想看。放心吧，小林，会有人想看的。会有人想看的。好，对。下一个游戏，下一个游戏，我们按照剧里的角色来吧，就是进行一个你有我没有，我是弘毅的角色，就是那我开头了，费脑子啊，我们就一只手，五个手指头，我有，就是最先五个手指头削掉的，就失败，就输，那从我要用角色的身份来做这个，对，是吧？好，那从我开始。好，我有尾巴。哎，鹰有尾巴吗？请问？有啊。鹰有尾巴。有，我也有。孔雀也有，是吧？凤凰也有。你说就咱俩没有尾巴？你好像没有。凤凰，我有尾巴。所以是什么？有尾巴的抽一个，还是没尾巴？不是，我没有说完，我有九条尾巴。不行，真的，你这改。我有大圆头，你不能这样的。好，那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再给你一次机会。OK， 好。我有姑姑。哎，我也有姑姑。啊，对你也有。哎，那我有姑姑吗？我没有姑姑。你哪来的姑姑？你有姑姑，我就有姑姑。姓甚名谁？哦，结婚了以后，你有，我就有，就是你也有姑姑。那我的，那你的姑姑是不是也是我的姑姑呢？啊，对，就他。只有你没有姑姑。只有你没有姑姑。只有你没有姑姑，好吧。到我了是吧？哎，我有师傅。我有师傅。我也有师傅。不是有的就不用折了，你为什么老折自己的手指？虽然没有吧。虽然没有师傅。有爸爸算吗？不算。谁没有爸爸？不算。好吧。哦，我也没有师傅。你也没有师傅。没有师傅。啊，来到你了。
我有哥哥，亲哥哥。哥哥，怎么还有亲哥哥？马上认一个。我有，对。哎，没有亲哥哥。有哥哥，哥哥嗯，兄长。我也有哥哥。你哪来的哥哥？阿九就是我哥哥，亲哥哥。咱俩在同父的，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是有的。你没有了，好。碧波，碧波呀。碧波也不是你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我们水泥兽族就剩我俩了，他不就是我亲哥哥吗？长兄如父。妈呀！那不是你的爸爸吗？长兄如父这个成语用在这里是，好吧？那我折吧，那我也折一个吧。没有的就折一个，好吧？好，嗯，来回到迦南。哎，我发现我没得可说，没得可说，你太多可说了，太多了。对，我有翅膀。对吧？他没有，谁没翅膀？我没有翅膀。只有一个人有翅膀，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给他自己。可以，就这个。我说掉了，所以你得换一个了。你说这有屁用啊？就是说，就是说，你是在给我搞一个，就是。他这个叫预先拦截，预先拦截一下。嗯，怎么说呢？真的想不出来我有什么。我是女的，也是，对吧？又预先拦截一个，漂亮。嗯，应该就是你们也想不太到，你的那个武器啊，我们都没有。我有鞭子，对，你有鞭子啊？没有鞭子，来折手指。提醒你啊，我也没有鞭子。你才折第一个是不是？对，嗯，红毅，我赢定了这一局，好吗？你是男的，红毅。这个不算，这个不能算，就不能算。我，剧透了什么？我，你有什么？扮过女装。哎，真是他扮过女装。对。哦，那我们都扮过女装，我们都扮过女装。不是没拍吗？啊？没拍呀。拍了，但不一定用他演的那个，没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有一场戏他扮了女装，导演说太难看了，然后。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我很希望，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啊，我听说的版本是导演在监视器说，还挺好看的，很漂亮哎，挺好的，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因为他那场是魅惑我。哦，你都爱上了？哦，爱上不至于，但也不至于不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啊，感觉很清秀，是不是？嗯，那是什么情况？好，到谁了？到谁了？阿英。哦，我有妹妹。我有妹妹吗？我没有妹妹，来吧。华叔就是你的好妹妹。华叔是我姐姐了。嗯，到我了。我是神。我觉得现在来吧，大家都觉得我也是。我觉得现在观众看我们这个直播，会觉得我们关系非常混乱，对，都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姐姐呀？他们咋好乱？怎么他跟他有一关系，他跟他有关系？什么好乱？确实如此，因为。光是我们在做五个人的关系都说不太清楚，是这样，是吧？说不清道理，关键有前期、中期、后期的变化。变化，每个人其实都是两个是。你看他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喜欢他。哦，那要形成一个闭环的话，他爱他，然后他又你也爱他，他不爱我，对，开始我爱了一个，假装嘛，不在，他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突然戛然而止，突然戛然而止，我破坏了大家的队形，是的，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游戏就到此结束了，所以是谁输了？你剩几根手指？我有4根，3根，好，谢谢，哎，你们俩都是2根。那你们来一个终极大对决吧。对，来一个终极大对决。好，终极大对决。舍己得步吗？还有什么？有什么两个人可玩的游戏？两个人可玩游戏，换一个。我还不是鸟呢。还有什么游戏啊？我们？还有什么游戏？哦，结束了。结束了。嗯，没有游戏了。结束了。嗯。其实还可以。我们准备的舞蹈要给大家表演一下吗？因为从今天那个还没有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跃跃欲试，展示这个舞蹈了。其实是大家的一个福利了，就是在一个福利环节，不是说有个35万的预约值，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什么在哪里展现手势舞，对吧？
所以现在预约多少了？他说现在20000左右。到了。到了吗？昨天就到了。昨天就到了。昨天就到了。哎呦妈呀！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吗？手势舞。好。就是跳我们今天学的那个是吧？跃跃欲试了已经。跃跃欲试。嗯。你坐着跳吗？哎，来个队形。我们先那个，我们先走一遍。来，预备，小小走一遍，小小走一遍。但是开头是什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心在下面，心里心里，在下面走一遍。对，排列啊，不好意思，刚刚排列了。彩排，彩排，彩排，彩排。啊，我们彩排不用，先不用，先不用，彩排先不用，先不用。好，来，行。先走啊！我觉得我们四个，我们五个真的感觉精神有问题。嗯，好，对了，好，来，来吧，那我们就准备音乐了，开始吧，看哪个？看这个啊。嗯，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哒啦，看看世界小小愿望，像神奇魔法，让每个小孩都想要长大，他的美好，一起出发吧。我就说，真的。这排练有什么用啊？我们整哎还行啊，还行，还挺整齐的。我们练了一下午哎，什么挺整齐的？人家切的近景，一个一个给的，一个一个给的，多谢那些全景。那我们要不要就是队形来一个，然后一个一个出的那种的？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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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排练，我们俩最后，我们俩最后握，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好，来来，你第一个对吧？我也第一个。那我们家最后，对对对对对，来，我怎么预备？来音乐老师。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和神奇魔法。你说没有？哎，我第一个动作是啥？真的呀？真的？不用，一起出发吧！可以，还行，还可以，不错。我们可以出道吗？我们可以出道吗？可以的，可以可以。成团，我们的默契值还是很值得信任的。成团，成团吗？自己跳还不默契，就真的不合适了。没有了。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因为其实都是我们一直自己在玩嘛，我们要不要就是、根据网友啊朋友们的一些弹幕、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回答或者分享一下我们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读一下那个。妈呀，林睿好可爱，长得好美呀，斐然真好看。全员都可以出道了，安宇怎么这么帅？你不要瞎念。你在干嘛？这是我心里的弹幕。哦，嗯。别打扰我。妈妈送你出道宝宝，嘴一个，快点，你们快点嘴一个。谁呀、啊？我不知道啊，嘴一个，快点嘴一个。谁呀、啊？你满足人家要求。嘴一个就是。我看看，来。给大家念念有什么问题啊？不该读的别读。有什么问题？哎，不知道朋友们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对，都可以在弹幕里打出来。弹幕里打出来，我们会随机挑选，然后不答一些。嗯，对，只是念出来。看消息，然后念出来，但我们不答。不答。露丝比个心。你看，还不如我来。你来吧，来我来啊。王安宇，发际线上移了吗？我这还是调了一下发际线。他应该说的是自己的头发吧？对，其实你的发际线很低。现在发际线太太低了。其实还行，还行，还行，没有问题。斐然比心。斐然比心。比心。加奈比心，刘瑞比心，问啥时候播出？弘毅特定比心，这个你能答吗？这个你答得出来吗？你把这问题念出来，是不是？对，是什么时候播出？这问题我们答不了。哎，小裴姐，小裴姐，小裴姐走了，小裴姐走了，小裴姐什么时候播出？压力给到，压力给到，小裴姐在 thank you。剧组有综艺吗？今天不现在就算是现在就是这个起码剪成十集这样子，对，每天就十分钟是吗？第一，哎，我们谈一下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对，最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对，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露丝觉得呢？我印象最深的吗？当然就是我没了的那场戏嘛。你没了那场戏？对，就是我死掉的那场戏。嗯，前身死掉的那场戏。嗯，为什么会觉得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会，就是很痛心嘛。就是就不是单纯的死，就死之前又是被陷害，又是然后家族也没了，然后家园也没了，然后呢，然后弘毅被追杀。然后燕爽就是被就是最开始我觉得那也是我最痛心的一场戏吧，就是我们本来明明就是去救你的，对，刚救完才把你救下来，然后你要去找他们，对，最开始就是被斐然抓去想把我杀了，对，然后燕爽过来救我，救了我之后然后又被杀，然后所以就会觉得很难受嘛，很难受，就是我感觉没有把你保护好那种，对燕爽来说那场戏也是打击比较大的。剧透了，剧大透了，这只是大透，这只是好小好小的一部分，真的，你们说一下，你们有什么可以就是觉得让自己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其实我目前也是这场戏，当然我离开的这场戏还没拍嘛，还没拍完，是，对，然后其实目前其实对于整个。剧作结构来说，太最重要的两个人死的这个节点，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拍的这场戏，很重要。对，因为这场对于这个当时的缘起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对，因为这个能说吗？就是因为他，对吧？对，这个好沉重啊，非常沉重对，对他来说特别沉重，然后也是让缘起这个角色从古镜到缘起做出一个巨大的改变。对，露丝把手机给小林。露丝把手机给小林。看入迷了。抢了主持人的活儿。不好意思，看入迷了有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一场戏，或者觉得有趣的一场戏？有趣的一场戏。其实我还蛮喜欢我们四个人，然后去那个闯关呀、啊，去、刚开始对前十集的时候，感觉很可爱哈。很可爱。哎、我觉得好玩的戏的话，我们两个之间。好像好玩的戏偏多一些，就比较轻松。我对他俩印象特别深刻的词儿，你也不能说吧？能说吗？可以说什么呢？弘毅跟燕爽说，我们俩每天别拿你的鹰嘴啄我。他说不要拿你的鹰嘴啄我，他说你个臭雕。不是，是你先说的，是你说臭狐狸。我说臭狐狸，我说一天到晚在那什么臭美打扮，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不要拿你的鹰嘴啄我，你个臭雕。对，没错。对我们俩之间就是还是这种好玩的东西，我作证，剧本里就这么写的。真的。后来变成了死鹰吧。变成了死鹰，对，然后变成了死狐狸，各种。那我们剧透太多，挑一，你们今天已经要抄很多很多的剧本了，是是是是抄完了，要抄到80集，大概我们要真的。然后我们来，那我们还是正式的回答一下，弹幕的一些问题吧。婉宇杀青后干嘛？不是，真的有，我杀青之后，我觉得调整一下吧，对，然后也。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更适合去工作的状态里面，然后如果有合适的剧本或者合适的综艺，可能会去参加一下，然后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调整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以一个不太饱满的精力精神状态去感受角色，去饰演一个角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这个角色的不负责，所以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跟状态，身体状态。期待安宇老师后期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我看到非常的官方，谢谢安宇老师。我看到有一个怎么样？哎，有没有？我看到有一个弹幕说是，如果给你们一次机会，重新选择一个剧里面的角色，你最想尝试或者说最想去演谁？我要演凤影吗？自己去演，我肯定就是演鹰王啊！我都爱死了，爱死了，爱死了！双水龙头，我非常爱。我就是要演鹰王。华叔呢？华叔肯定还是要演华叔啦。我是每次，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梳妆老师嘛，我每次只要坐在那里梳头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一个让我觉得哎，
很漂亮的一个冠一个头饰，然后我就会问这是谁的，这个这对这个是谁的，每次都是华叔的，所以他的头饰是非常的华丽的，是好看，对对。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新的弹幕，新的弹幕，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哒哒哒哒。后面我们唱歌也只能唱三句，什么时候发有版权，什么时候发出来这个跳的，哎，有问，干脆我们直接录一个，现在真的现在吗？就现在。哎，这个弹幕怎么不滑了？哦，对齐。准备好，来吧，我从那边开始啊。好，好。准备好，开。对。后置前置。前置啊，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哦，一起探索吧。这个种子在我心里发芽发芽啦。卡到华叔那儿。好，一起。你俩唱呀。好，谢谢大家又为我贡献一条抖音。哎呀，真的是开心死了！拍照 pose。开始刷抖音。开始刷抖音。开始刷抖音了。是。拿起来就。顺手了呀。哎呀。OK，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40万的福利，对吧？就是指定 pose 拍照，现在因为预约已经超过了40万，所以，给了我们35万。35万。现在35。还没到40。还没到40，我们怎么能拍呢？那就拍不了了，这个。我跟你们讲，各位朋友们，你们会很想看到这个照片的。所以是真的福利，那就不那就我们还是完成一下大家的心愿，然后。作为有没有40万都要拍，对，都要拍，对，有没有40万都拍，来吧，因为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嘛，是的，因为对不对？因为确实你差那几万，你现在找不到人，没到那怎么办呢？你拍完就有了，让那个家里面的人赶紧就点一点，摇人快点，摇人，家庭群里赶紧发一个，所有亲戚群里面对啊，转发一下，赶紧预约点进来，相亲相爱一家人。那我来吧，开始吧，这要怎么拍呢？这个指定 pose 真的少个人啊，来吧，这不六个人，我们提来，我拿过来吧。小飞姐，种下一个种子，这是六个人啊，这比不出来。这个可以种中少那一个，这个还是这个？可以种中少一个人。我只是想问，这是谁指定的 pose？ 先给大家看一眼吧。对对，找到这个罪魁祸首，谁指定的 pose？这样，我们大家挑选一下，挑选一下谁是谁，谁想当谁。谁站哪？哎，那你们是两个，来，给我来个妖娆的。妖娆的。那你就这个吧，中间这个，你就最中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就最中间这个。好。这个其实很简单。对，中间那个有好简单。对。然后两个男孩可以是站着的这个。好。然后我们两个。OK OK OK， 可以。可以。旁边两个，可以吗？可以这样。但是那个手是怎么样？我们得看一下，对对，看一下这个动作。你看，你们一边让个大家指导一下。到这里，露丝太低了，露丝，你就直着腰就可以了。我们俩就 give me five， 对 ，give me five。然后我们是牵的，我们是牵的露丝的手，这是会形成一个五角星哎。对，露丝，我这个手放哪里啊？右边露丝的手。哎。安宇，你的左手在哪里啊？这少个人，哎，真的少个人，真的少个人，小飞姐，真的少个人，真的少个人。你好认真哦，小林，你要拉露丝那边那个手，这边。哎，来，小飞姐，到你了，快来，快点，快点，快点，少一个手，真的差一个人，真的差一个。那今天怎么办？我们只在这等着。不，中间现在是一个五角星吗？这样特别好，是个五角星吗？是个五角星吗？是吗？对吗？点来，来，指定 pose 拍照，三二一，好。看哪个？看哪个？发亮的，发亮的。看哪个？一，麻了，麻了。一哦，
OK OK， 哎呦麻了，好累啊，人麻了，麻了麻了，麻了吗？可以。我们出来的效果很，效果如何？不知道啊，看不到。哎呀，哎呀呀的，哎呦，真是迷幻，哎，非常想知道这是谁指定的 pose， 是不是？非常的群魔乱舞，其实啊，哎，时间也其实差不多了啊，到点了，到点了，差不多了。不是我们不想继续播了，是导演该催着我们了。有马有戏没拍，对对对，有戏没拍完。然后那我们最后和大家告别吧。给大家一个祝福。要不要和观众朋友们，给上一个我们神影和观众朋友们的祝福？那我们就先来打个样。祝愿大家天天开心，祝愿神影，早日播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神影，然后赶紧去预约吧。我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健康快乐每一天，也期待神影能够早日跟大家见面。记得去腾讯视频预约这个神影哦。我呢希望大家每天幸福，当然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家一起来看神影啦。心里那我的话就是希望神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快乐又难忘的记忆吧，就这样了。双开门句子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了，双开门句子。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告别了，但是我们神影的故事和我们大泽山的故事还其实才刚刚开始啊，还在路上，希望大家一路上多多支持，记得去腾讯视频预约神影。那我们就拜拜啦，拜拜，大家 say goodbye。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小小愿望和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一起探索吧，一起探索吧，一起探索吧。